是亚洲第一大火墨，独享铁路专用线的使用权。他斥重金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先进设备，昼夜加工，日产面粉15000袋。他的分号遍布关东大地，触角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创造了庞大的民族工业产业集团。他就是盛极一时的豫昌源火墨。机器的轰鸣声中，火墨工厂在长春落地生根，长春近代工业萌芽发展。当年是怎样的契机让豫昌源在众多火墨中脱颖而出？又是什么人带领着豫昌源火墨剑指江湖，问鼎关东？长春市东广场东侧的这个院落，是长春市食品调料大市场的所在地。车水马龙，熙攘喧闹，不舍昼夜。100多年前，这片2.5公顷的土地上，可谓一派繁华盛景。当年，这里曾坐落着亚洲最大的火墨——豫昌源火墨。如今，喧嚣依旧，却已物是人非。只有院内东北角残存的这间平房，依稀可以找到当年的痕迹。现在这个调料市场站在那儿，站在这幅地方，都是到那头到这头。常州的老字号面粉厂，常州机械厂的老字号一粉二粉，都是一粉也是个磨坊，那个小磨楼嘛。豫昌源是亚洲第一大的火墨，当时，而且销售生产的，面粉也是最优越的，最好，质量最好的，产量也是最大的，而且呢，在东北，几几乎乎都有它的分厂，像齐齐哈尔、哈尔滨、四平，这些大连都有它的厂。当年。豫昌源火墨附近还有天兴福、福顺后等多家火墨工厂，这些残存至今的大烟囱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好见证。火墨是以电动机或内燃机为动力，采用机器制粉的里面加工厂。作家萧红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描述了东北小镇的乡民们对火墨这一新鲜事物的好奇。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墨，那火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囱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面的硝屑儿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面不是用马或毛驴拉磨，用的是火。火墨出现之前，中国人的制粉多采用石磨，传统的面粉生产主要依靠人力或畜力拉磨。几千年来，石磨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东北腹地小镇长春
仍然采取石磨制粉的方式。直到公元1903年，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沙俄在铁路沿线不断地引进以蒸汽机、燃气机、电动机为动力的现代工业。这时，以机器为动力的火磨才第一次出现在长春人的视线之中。宽城区凯旋路，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内，矗立着这样一座老建筑，它就是被誉为长春火磨鼻祖的亚桥新火磨。中东铁路的建设出现了多个口岸，所以粮食外运量方便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这个俄国侨民嘛，来到长春之后，他们都喜欢吃面粉。其中一个塞尔维亚人，就亚乔新，就是这个，就是塞尔维亚人，他就考虑到这个俄侨的食用的方便，运输量的近距离的使用，这样就在长春建立了一个面粉厂。他生产的面粉呢，实际上除了一部分供应长春之外，还是通过铁路外运。它这是一个，这个亚乔新面粉厂建立啊，就是主要还是来自于中东铁路的建设。我们长春有了一个现代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同时呢有外侨，国际侨民喜欢吃面，还有一个呢这个中东铁路。1903年7月14号，俄籍塞尔维亚人中东铁路工程师苏伯金耗资百万枪铁，从德国引进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面粉加工机械，在长春宽城子火车站附近投资兴建了亚桥新火磨。这是长春第一个现代化的机械面粉加工厂，也是长春最早的外资工厂。100多年前，它的出现宣告了长春近代面粉工业由此开端。当时长春有几个第一，一个第一就是它是当时长春市最高的建筑，四层，第一个四层建筑的，第一个有地下室，地下有一层的，地上四层，地下有一层。第一个有电梯，第一部电梯，长春市第一部电梯就产生这个建筑大红楼里头。还有一个，它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框架结构建成的。作为中东铁路的一名工程师，苏伯金斥重金投资实业，为什么要把目光投向粮食加工业？广阔丰饶的东北大地，他又怎么选定在长春建设火磨工厂呢？第一个条件，它是长春从19世纪初开始，就成为一个东北地区中部的一个商品粮集散地。因为长春的这个兴起是在18世纪末。就1791年以后逐渐兴起的，长春这个地域呢，原来属于蒙古荒原，因为它这个伊通河流经这中部嘛，两岸非常丰腴，所以它这个开发晚，另外长春这个一是开发晚，再就是长春这个气候啊，是因为是寒温带，这个地方适合大豆和高粱生长。1861年。营口开港后，东北地区的大豆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长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大豆商品交易和中转运输的中心。这是一张20世纪初长春旧城粮站的明信片。当时像这样大规模囤积粮食的粮站
在长春数不胜数，上千辆骡马大车川流不息，火车站内不停地装载，将粮豆运输海外。街市的嘈杂喧闹，勾描着亦真亦幻的繁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商人对这里红火的粮食生意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个人就是王经山。他的本名呢叫王林，这个人呢原籍是山东省人，后来呢他父母那代就是闯关东，就到长春的西南郊这个大屯这个地方。他学了几天呢那个银匠手艺，就是开银炉打银子，打这个首饰啊，做这个还学过木工手艺，学过好几种手艺。他16岁的时候随叔父到黑龙江边界爱回去闯荡，当时呢他想去的时候是奔着淘金去的，后来跟他叔父学银匠打匠，再过几年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做边贸贸易，做得非常好。在这段由于跟俄国人的接触啊，他逐渐的呢就精通了俄语啊，学会了说俄国话。会俄语，能吃苦，懂经营，早年的艰难经历让王经山淘到了第一桶金，也使他在大浪淘沙的商海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06年，王经山在如今的永春路一带开设了王家粮米铺，凭借着长春在大豆之路中优越的地理位置，粮米铺自开张后生意十分兴隆。俄罗斯那边回来之后不是认识这个苏伯金了吗？这个苏伯金是说俄语的，而且也是搞粮食的。他回来呢，我说他不是经营了一个粮店吗？正好他那个，因为他都是搞粮食的，他才能跟这苏伯金搭上话。苏伯金一看这人挺年轻，还挺能干，挺诚实的，就委托他做苏伯金的采购啊，那现在话就采购员吧。正是与苏伯金的偶然相识，王经山开启了全新的人生体验。他的人生以及长春火磨业的发展，也将因这个塞尔维亚人的出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粮食加工业的日渐火爆，火磨工厂在长春逐渐增多。作为火磨业中的新成员，玉昌园火磨是如何起家，又是怎样的契机使其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系列纪录片《玉昌园火磨》第一集《发轫之始》正在播出。现在都拆了，现在要是说有可能的呀，有可能下去更好看一点。那这里边古建筑那种岛式的钢混结构的那个建筑非常看，那个年代已经不容易。它越想上边再看一看，现在基本上全空的，没什么，那就越合适。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火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当年作为先进生产工具的代表，火磨开创了制粉业的全新时代。很
很小，体积很小，类似这个桌子这么大吧，那么大一个很小的一个机器，那里边都是这个金属结构的，这个麦子粒从上面漏下来，直接落到两个金属结构的磨盘上，磨盘旋转把这个麦子磨碎了，磨碎之后紧接着就落到下边就是筛选，筛选层层筛选，把那个面粉的这个按质量分成一二三等。当年亚乔新火磨生产的面粉，粉质细腻绵软，色泽洁白，深受人们的喜爱。不过火磨刚刚建成不到一年，却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被迫停工。这次战争成为王金山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当时王金山还只负责帮助苏伯金采购原料。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火磨的主人苏伯金怕日本占领长春，便将整个工厂委托给王金山看管，自己逃到了哈尔滨避难。苏伯金在躲避中沙那个日俄战争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整个的那个火磨就交给了王金山，也就是王林代管。王林代管没辜负苏伯金的期望，管得井井有序。当苏伯金回来以后，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所以两个人就越走越近，就把他的一些产品呢，大部分产品要通过什么呢？中东铁路运回俄罗斯，面粉做面包嘛，这样呢，一部分呢也交给王金山。日俄战争之后，亚乔新火磨重新开工，为报答在战争期间的护厂之恩，苏伯金将火磨生产的面粉全部交给王金山报销。从那时起，王金山开始逐渐登上长春火磨业的历史舞台，这也为他日后创立玉昌园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8年，王金山与刘向阳、刘林阁合股，在今天的黑水路一带开设了玉昌园粮米铺，一面为苏伯金包销面粉、收购小麦，一面加工和销售高粱米、豆油等，生意红火，获利颇丰。王金山从此开始发迹。机械化生产通过铁路远销海外，亚乔新火磨全新的经营模式让旧城长春从事传统制粉业的商人看到了商机。1910年，一封关于批复开办火磨厂的奏资送到了吉林巡抚陈昭常的手中。陈昭常不敢怠慢，立即与吉林行省各官员商议此事，并对奏资进行了批复。这份公文是对火磨工厂建立的正式批准。有了官方的许可，长春商人紧紧抓住商机，纷纷开设火磨工厂，长春近代工业逐渐起步。
此时，黄金山也迎来人生中的重要机遇。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被刺杀，塞尔维亚爆发战争。苏伯金急于回到祖国，便将工厂以49000卢布的低价卖给了黄金山。3个月后，黄金山将亚乔新火磨更名为玉昌元火磨，这在坊间引起很大的轰动。当时的《圣经时报》这样报道：本部巨商玉昌元机器面粉公司近年来获利数万，因其经理人王金山君调度有方，至今又将二道沟旧油火磨兑买到手，现已用妥人员开办矣。由于受到一战的影响，从欧洲进口面粉已满足不了沙俄军事扩张的需要，沙俄开始在中国东北大量收购面粉，面粉价格随之上涨，玉昌元火磨的生意由此异常火爆。这也应了苏伯金将亚乔新火磨交给黄金山时的预言，这里有可能成为将来亚洲最大的粮油加工地。销量是没有问题的，销量也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也可以说是什么畅销啊。就亚洲几个一些个国家几乎都用它的，包括到东南亚全是这个玉昌元的面粉。王金山的弟弟叫王焕清啊，也是个企业家，那个他曾经说过呀，说到欧洲，往欧洲那么去，乌拉尔山这边拉，整个拉的都是飞扬着我玉昌元的火磨的面粉。哎，西伯利亚这个雪有多厚，我面粉有多厚。收购亚乔新，创办玉昌元，在火磨业积累了丰富经验的黄金山将如何施展他的商业才华，玉昌元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雄踞长春，问鼎关东。穿越茫茫时空，你曾苍凉荒漠，涉过绵绵长河，你仍青春如火。你的脚步催生万千世界，你的记忆凝成古老传说。